我是安平古堡，听讲下暗有一场服装的表演。蚵仔煎今仔有开吼，安平蚵仔煎若要食吼，我是较偏好这间美林蚵仔煎啦吼。我叫两个哦。你这蚵仔是用对串的，嗯，串对的，安平的，安平的吼，嗯，安平的较清，安平的较清气，安平的外海鸭，哦，咱吃的外海鸭嘛吼，啊，啥讲外海较清气，外海即嘛咯，污水处理的做了真好。哦，我还有做污水处理啊。咱家自家污水处理的做了。哦。起来有做污水处理哦，所以我海鸭就较清气啊。我高雄关鸭较歹，是安怎？淡黄鸭吼，要较早产鱼落来，迄个哦，五公斤的吼。哦，会五斤的，你是讲一条什么 K？ 二零 K 啊？二零 K 迄种明天较歹。哦，所以以前产鱼落来，遐物价阁低嘞。安平蚵仔较甜，啊，咱这用啥看呢？诶，番薯粉。番薯粉。诶，对，纯的番薯粉。诶，咱有诶，咱有去南霸蛇。南霸蛇。锅渣，锅渣味咧做诶，哈。阮做咧南霸。啊，锅渣味咧做诶。炸吼。炸拢来。南霸蛇是锅渣味哦。诶。锅渣做诶，我咧食几个那锅渣味。哎呀，最前景遐有一间是南马社，最前景遐啦，这美林啦，哎呀，林种树店，林种树店啥讲？大火店名哎。哦。大火店名哎啦。哦，你讲哦，林老板就下安平。我想到一点吧，吼，两个的，阿哥宝上欢的啦，上欢伊个是家己只，各家各物就创造的啦。啊，伊明仔我老爸伊才开始咧。广告的那个。哎呀，你现在用四角形的，才高追。啊，接到迄个迄，迄个四角形。啊，本来四角形的，所以用四角形。啊，迄个那营业我都发现。啊，我做这个啦，我搁出来做啦哈，我这个旧的已经废掉啊，搁出来做哈。做这个四角的，我报伊看哈，伊讲我做这样的有理想，伊也去拜安做。伊今嘛来问我，我嘛拢甲讲，看我咱咧好势，爱来就过来。人拢这。原来阿霞大米也是伫客牌咧卖呢，可能来遮摆档的啦吼。这我听。嘛没有的，好蛤蜊汤、蛤蟆汤啦，来，来看这碗粉，另外这足清爽的，而且蛤蟆个酸足大个。阿哥私底下上我一盘蛤蟆，我只食一整只啊，多谢哦。嗯，啊，这是服装表演啦吼、哦，
较早是看起来吼、哦，是有长官甲贵宾看。啊，那一般老百姓吼，啊，就爱徛在边仔看，啊，看就看袂见吼，啊，领导的代志。了紧啊，免失望。啊，咱一般的百姓，无咱就来看这迄个安平古堡的夜景，啊，无是袂歹哦。